谢谢谢大家的这个掌声啊！我想一开始的这个画面呢，这个就充满了这个想象的空间，相当好的一个起头啊！欢迎收看《全民最大党》，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谢谢，谢谢各位老板，我就是这个家逢喜事的啊，台中市市长。胡志强。那么今天为什么讲家逢喜事呢？前两天啊，媒体又在某个大卖场啊，拍到了，可能啊，可能是未来的女婿也不一定啊。我这个很帅的一位这个外国帅哥啊，凯利奈克斯啊，这就是我小女婷婷的男朋友啊，他们一起在这个拍这个北京等待的时候认识的啊，相当这个幸福的一对。好了，不谈我们家人了啊，今天要谈什么题目呢？就是说，又传言啊，说我们这个阿辉伯啊跟施主席要组第三势力，那你觉得新年这个新希望呢？这个新组合会不会太老了一点啊？Old fashion 啊，已经过气了。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么今天第一位请到的这一位呢，就是说，他是嘉义人啊，也有人说要不要选嘉义县的县长啊？蔡英文主席呢又说，干脆他选台北县的县长好了，好不好？啊，就是政论节目的名主持人啊，郑鸿瑛，郑姐你好，你好。吴市长你好啊，所有乡亲大家好，我郑鸿瑛啊，普通哦，大家看了我应该是坐迄个位了哈，啊，但是今天为什么坐这里呢？就是焦点人物嘛，啊，当然了。大家有看过我的广告啦，都知道我是广告达人啦，包括什么险金啊、食用油、冷气机、床垫啊、袜子等等啊，都是看在我亲切、专业、努力的形象，才能代言这些啊增进健康的这些产品啊。是。至于要我代言一个县市来讲的话，这我可能要审慎考虑一下啦，因为毕竟这样的商品跟连端呀摇贵都给谁哩啦，明明心里面就很想要。好、哦，既然不要紧啊，既然有人讲话了，我觉得好了，一开始是自我介绍，不用太长，我在想他讲话的话，我应该会当选的。是，好，谢谢鸿瑛，谢谢鸿瑛。我们等一下来，先在这个问题再来讨论了，好不好？接下来欢迎是我们这个爆料天王邱毅邱委员，欢迎。大家好，我是爆料天王邱毅。我本来觉得你们这个节目还有一点水准，是，但是我觉得你们堕落了。你们真的发不到人来上节目了吗？你们一定要找那种烂咖吗？那种会背后偷掀人家的那个头发的，然后事后又熟到不敢承认的咖吗？当然不敢承认，对不对？好，先自我介绍啊，不好意思啊。爱共的也没在自我，忘了没在自我介绍。好了，等一下会轮到你了。我觉得今天我的通告费应该至少要 double， 否则。我还是把它录完再说。你先等一下，好不好？你知不知道我们整个节目的流程嘛？啊，你看我忘了，你这个比较凶啊。好，不好意思，因为他可能这个新人呢不太知道我们节目流程。好，我们接下来欢迎，就是说，不排除他在今年520的时候会罢免马总统的啊，这个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蔡主席。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英文菜啊，我就是英文不菜的蔡英文。那么我也是呢，抗暴小英。对于呢政治迫害，或者是司法不公，或者是警察暴力，我一定力抗到底。那么刚刚周围杂音比较多一点，不过我还好，我已经习惯了在偷偷扯人家头发的，你会力抗到底吗？你要偷偷掉头，然后等一下再介绍你吗？你这我已经非常习惯在各种杂音当中仍然说该说的话，正确的话，我就是抗暴小英、民主小英蔡英文，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其实我个人不太愿意欢迎他哈，我觉得他自己就像刚刚邱毅委员讲，倒不是我讲的啊，我这个人比较公正的立场啊。你们这么多人攻我一个人，说他是一个俗辣啊，这个是偷偷的摘下了他的假发的啊，摘下邱毅委员假发的啊，又最后又不敢承认的大俗辣就好，不要假发啊，假发头发是台南扁友会的会长啊，这黄永田啊。大家好，我就是这阵啊吼，忽然间哦一夜这个爆红哦。这个停扁的这个头号，你在什么圣将军呐？啊，我要讲一件事情哦。那个邱委员哦，我老公我不是说故意要去他的，我是要跟那个拍个照。
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欢他，要去拍一个照，这样子太明显了，你根本就是掀锅盖的方式啊！对啊，那就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掀开了，我也没有偷偷啊，我有可能，你这掀开的方式连李炳辉都看见了，真的是啊，对啊，啊就已经掀开了，我那个他们有可能我这个一个动作，我可能会判我15年啦，哦，但是我嘛是接受啊，对不对？但是大家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这一段是自我介绍嘛，我就自我介绍一下了啊。我是这个哦，我不是要 K 点嘛，不是黄西田了，我是黄永田。好了，好，知道了。啊，我是台南火凤凰啊，庭典后援会的会长。可以的，可以的。好，我们讨论今天的主题。好了，好，谢谢，谢谢。我了，怎样？我刚刚你自我介绍说要给我自我介绍，现在不让我自我介绍。好，可以了，谢谢，谢谢啊，啊，谢谢。好，不要再来讨论，不要再讨论啊。而且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听说。阿辉伯啊，跟这个资主席又要组一个第三势力，但他们说不是第三势力哦，啊，不是什么旧势力哦，他们是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民主的象征哦。但这个组合对我们来讲会不会太老了一点啊？会不会老调重弹，根本没有什么新意？当年是政敌，当年呢这个互相骂来骂去的人，现在居然要合作了啊！这也让我想到以前好像军阀时期，一下子是这个冯玉祥打了谁，然后等一下这段祺瑞又打了冯玉祥，然后打来打去就这么回事啊。所以我想就问一下洪玉兄啊，还是现在你当一个名嘴啊，这个主持节目骂来骂去骂国民党很简单呢。啊，你现在的真的想去为台湾的立场发声，想真的要去选台北县吗？或者是选嘉义县吗？有这个打算吗？啊，这个哦，传闻嘛，对不对？是。而且我今天都没有讲话啊，还是个人炒作，个人炒作。我也没有炒作啊，对不对？我从头到尾，好，待会再来讲这个。我先讲你们今天这个主题了哈。是是。你说这个第三势力到底老不老？我觉得老不老不是问题，就老不老还能搏头刀。哎，老不老会搏头刀啊。啊啊！你看现在很多新的这个啊综艺节目也是那几个主持人搭来搭去啊，对吧？对。像。被我告的那个徐乃麟不是就搭曾国城吗？是。不就是飞哥、张飞边啊徛一个，好像永远就只有自己人会主持一样。感觉特别搭话，洪都拉斯这种的。那我拿一杯冰黄冰的，他坐在顶头。好，没有没有。哎，你看我看在看，人拢嘛是看完了冰的才底下搭话。安尼哦。对啊。对啦对啦。哎，我最近没在看，拍摄，我讲该好看。你最后一次看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应该是96年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主持。你嘛修。哎，这不已经6年啊，这是没96年的时候。这不是重点啦，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看哦，那年龄老的问题了，更不是问题了。你看这个节目《全民最大党》都是一群老男人在争啊，对不对？还是照样入围金钟奖啊，对不对？他们不老，他们年纪平均只有28.6岁。那是因为修哥的把你们年龄拉下来。是。如果去除修哥的，大概平均42。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也是被拉的其中一个，好不好？我至少拉下来2岁还不错啦，没有往上升。哎，不，跟干我什么事啊？我的意思是说。依我看哦，与其讨论哦这个第三势力这个组合哦，是不是太老，还是来讨论你是不适合选择，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是是。哦，所以我跟你讲啊，你别随时插话，我都有法度应付你。红姨啊，红姨，我不爱你要知道啊，猴子自己要知道屁股红啊，不要自己以为说主持了一个什么真人空间节目，你就可以在那边啾啾啾啾啾啾，你以为你就红了，是不是？这样子，老天爷哈。既然我要讲安尼，是是，那我若听到，其实我听到秋意安尼搞我批评哦，我感觉就爽。我们因为他这样批评我，就表示这样子，他很嫉妒我。洪一兄，我们现在先这样子，我们先不要谈嫉妒，我们也不要这个打击我们洪一兄。是是，我们先让洪一兄发表一下意见，究竟你觉得这个第三势力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你让你发表一下。依我看呢，我跟你讲，政治圈呢很现实了哈。是，你除非你很会炒作新闻，哦，要不然你就不要当政治人物。你请问我今晚就昂的呀？我就没有炒作新闻啊，怎么会没有炒作？你都在煽动群众，怎么会没有炒作？我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要参选任何什么嘉义县或者台北县，但是新闻就炒得沸沸扬扬了，对不对？是不干我的事啊，还说我什么？怎么会不干你的事？你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就是贴啊，拍手起家啦，哈，坚持操守啦，一步一脚印，哎，全部拢搞我都不丢呢。哦，我公告我就拍死。那应该只有三立的新闻灾了，应该只有三立的新闻这样报道吧？其他新闻我好像没有看过有这样的形容，没有。啊，但是你们都有在讨论嘛？是，就表示你们也有看三立新闻。但是现在重点还是不要再 promote 你自己，我们就是第三势力，你刚刚已经提到了，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你就回答这个重点。我是刚刚哦，应该是有存在的必要了。是。
要不然怎么能够吸收一些游离票呢？你总得让第三势力的人去生存嘛。是哦，阿拉伯你快看麦，今晚咱台湾的社会哦，那除了不是泛蓝就是泛绿嘛。那你中间的势力在哪里？人家说常常有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其实我告诉各位，中间选民也是被操控的。啊，怎么操控他？就看你们党政怎么来运作。可是我看台湾的社会是这样。可是我们要提出一个想法，那是不是像比方说上次立法委员的选举，也可以看出来小党已经泡沫化了？对啊，已经没有存在的这个空间了，我不能讲说必要性了啊，没有存在的空间了，不是吗？但是还是有一些会始终追随某些人的，像李登辉哈，你看看他在台湾哦从政12年，说实在，你虽然经历过8年之后呢，是，他还是有依附他的这个啊台独的这个势力在哦。那包括施明德，施明德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嘛，啊，伊来跟伊个讲，伊跟李登辉是同月同日生呢，差10几岁呢。啊，其实差天啊地啊，吼，两个拢是摩羯座。我是刚刚哦，因两个若要组第三势力吼，真的是有他们这个群众魅力哦，你唔能看伊安尼哦。但是泛绿也唔惊，因为即马即种诶，唔是泛绿，是即、這个啊，即、這个国民党嘛。啊，国民党哦，甲即经济弄个阿歹哦，刚好是民进党的一个好时机，真的就是这样。好，谢谢洪一中，我想在这个方面，可能我想邱毅委员应该是不同意的了哈。你有什么见解？我告诉你啊，我真的是觉得郑鸿仪，你就好好的主持你的节目，新闻哇哇哇啦，哦，大话新闻啊，这样子，我觉得很 OK 了。那你如果真的那么喜欢红，比方说你很羡慕阿辉贝啊，有那么多的这些追随者，你有本事，你不然你叫周杰伦帮你写一张专辑，你去发发看，是不是？你可以参加星光大道，或者是三立这个超偶，你可以比比看嘛。我觉得这个主持节目跟当县长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县长，到时候你县长上去讲话，只有呀吼哈呀吼吼，这样能够推动什么县政呢？能够真的为县民？当一个立法委员吼，你嘛知道你是公正人物，啊，只讲有我人诶麦克风拄过你才讲话，你喉我嘛两把调诶，啊，我若知讲拄啊。现在讲的是第三势力，你不要再讲他头发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要做一个，我来到底懂不懂？你那个是有计划、有计谋性的。我告诉你，我这个这样20公斤的拉力是不会怎么样的，是你从后面这样子。这样子才会危险的。那你如果说本身没有欺骗一些选民的话，怎么拉也拉不下来、啊。这哪有什么欺骗呢？这哪有什么欺骗呢？我们也是去过一些司法，有可能会被判刑啊。我只想讲一件，真的，我觉得说台南人哦，金嘴香土味啦，哦，台南人哦，就嫁妆一牛车啦。台南人的这个热情啊很多。啊，我一抓竿，按台南变个台北，我要唱只肉粽，吼、哦，啊，这个叫米糕，这个叫太阳饼，啊。太阳饼不是台中的吗？太阳饼是台中的。太阳饼的原因是讲哦，伊即马阿饼也伫内底，真稀微吼，啊真寒吼，上条太阳饼来温暖一点内心。咱这做代志拢有一个一关哦，艺术。这不能算到你们台南去，那是我台中的东西，你是算到你们。啊，反正这是个名产嘛。我一坐游览车多，台中交流道去买一算。对啊，那我名产嘛。但是你不能讲说代表我要送给阿饼，这没有道理，这是不能代表我的。你们说这个蚂蚱哦，古早时代我都不相信讲看守所内底人送蚂蚱，你拢袂好过。阮这回刚刚讲这蚂蚱内底讲哦，内底更加就是哎，啊，阮这南部的粽甲北部的粽佫无同款。南部的粽呢，主要就是用一款阿乌哦，炒好色，放在煮米内底，啊，煮米内底佫掺一挂土豆，啊，包的粽。我现在不是要听你讲这个肉粽，我现在听你讲的是第三势力有没有成立的必要？我的意思，他今天是不是一个老调重弹的东西？而且他要讲错，南部粽是用水煮的，北部粽是用蒸的，他连这个重点都没有讲到，还在那边讲的话，我还没有讲完，他就讲。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还是先进这个肉粽里面是包，广告回来再讨论，谢谢，好，谢谢。包什么？你刚刚讲的粽。欢迎回到现场啊！我就是最有国际观的台中市市长胡志强。传言啊，这个阿辉伯跟施主席要组第三势力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新的组合是新年的新希望，
还是新组合，是不是会太老了一点啊？这老都要重谈吗？一点新意都没有啊！我想主席，你要不刚刚前一段你我没有听到你有想要发表任何意见的一个意思啊？很好啊，这个、为什么保持这样的一个沉默呢？我想我就在示范最佳的一个民主的风度啊！是，因为呢，现场这么多人抢着讲话呢，我就尊重他们，礼让他们。所以各位请注意，这是民主风范，不要认为呢，我小英呢就像马英九另外这个英一样呢是懦弱不做事的，我这只鹰呢是一旦逮到机会准备好了就会翱翔天际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小鹰，我愿是飞鹰挥动着翅膀翱翔在蓝天上。谢谢不放你为你伙伴，我想呢我就希望自己呢能够一鸣惊人的带给大家，民进党将会成为一个呢给大家惊喜的政党。什么惊喜法呢？刚刚我们提到说到底是不是一个老根，是不是一个老点子，是我认为老不老要看呢这个本质如何。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像这个胡市长，你年轻的时候呢也不见得顶帅，老了之后呢、哦、我年轻的时候就帅，这个老了之后呢有目共睹，你不相信你放一个我年轻时候的 VCR 吓死你对真的会被吓到，是是，但是你老了之后呢哎，反而更有男人味呢，显出来呢也是越老越有味道，老戏老戏。譬如说呢有一个这个最近爆红的主持人叫黄国伦嘛，是他年轻的时候长得也不怎么顶，他长得还 OK 啊，真不怎么样，就是、但是呢、就是、OK 的不怎么样，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开始有味道出来，会越老越帅，那是因为他做了一首歌叫味道，是对。那我觉得主席你该不会等一下讲一讲然后又要接着唱味道，还是我愿意？我绝对不会，我要告诉大家李登辉先生也是这样，李登辉先生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长得也是厚道厚道，也没有顶俊美，但是越老越有气派，越老越有味道，男人味就出来。所以今天要看的是当这个人年纪增长的时候带给大家什么，像马英九要把整个国家带往保守的路上，带往这个专制的路上，他走的是老路，不管他再装成小白脸他都是个老根，等他呢齿摇法秃的时候马英九还能看吗？但是今天呢李登辉陈总统也好，我小英也好，我们都会越老越有味道，把国家带往一个有前途有民主有一个方向，而且是有 surprise 惊喜的一条路，所以我们是越老越有精神。谢谢好、啊、谢谢谢谢，我想他讲的 surprise 是一种惊喜啊，如果是 astonishment 可能就不太好了，肯定是 surprise 是 surprise、okay, 太惊喜了好不好、啊、我想呢今天的这个、也请到了一位这个啊很会唱歌的啊，那么这个以前 ABC 的时候呢他在 LA Boys 里面就已经很红了，红到现在啊，金曲歌王的德国金曲奖哦，黄立行、啊、欢迎他、大家好，我是金曲歌王黄立行。我觉得大家今天应该觉得很奇怪，到底找我来干什么，因为我跟阿威伯跟施主席又不是 Maggi 也不是很熟，不过讲到组团的话 you know我以前组过一个团体叫做 LA Boys， 以前很红，但是现在来看可能会很怂。 OK 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又组了一个新的团体 you know 叫做 Maggi， 这个团体也是很红，所以我觉得组团的话要推陈出新才不会被淘汰。譬如说现在有飞轮海你就不会想要去看草蜢，现在有棒棒糖底皮你就不会想要去看修比杜华。 OK 那我觉得呢，如果阿辉伯跟施主席真的要组一个团体的话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组，如果不红的话再单飞就好，跟我一样去哪，我就是单飞比较红。 OK 我现在就把我的心情去哪唱给大家听，我原本是要唱一首新歌，不过你们的乐队老师太烂了，所以我只能唱我之前的歌，不过也很红，叫做冷水澡老师。当你爱他的 partner，爱住的新组合，不管之前多不合，现在喝了酒喝，听你讨厌的蓝色，搭你很赌气的绿色，最好不分颜色，年纪大那又如何，在这乱糟糟舞台弯道，彼岸都不听话，有人挺身而出，一切只要对着你好就好，快来和主台湾梦，
狠狠让人一光头，两人都在默契，同月同日生来比寂寞节奏，外来何处太晚哦，听自然的歌耳朵，也许阻挡自己到最后不如我回家做白日梦，到最后不如回多少钱，是主席道别的100块还给我。可以说唱的相当的卖力啊，我看也唱快挂了，所以他休息一下。护士马上就来了，你休息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四重级的轰发。问世间情敌啊，空笑望一阵风声。是啦，我各位好朋友、老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就是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非常欢迎大家又搁来到我狮子溪轰趴。今仔日我轰趴的主题是啥？今天轰趴主题就是2185趴。谢谢啊。啥物叫做2185趴呢？2185，我们刚刚设计了，这个设计就是阿扁新的名，以前叫做2630，今麦改名2185。哦，阿扁啊，如果再一次关入去台北看守所了。咱回想到2000年甲2008年，这八年的当中啦，哦，咱过什么日子？当初是啊，阿扁也讲的哦，讲我昨天讲什么啦？当选哦，台湾都有希望，选伊，大家拢有好日子通好过。结果咧，大家拢选伊哦，票拢当好伊，阿伊也当选啦，啊，因家拢真正拢好日子通过。一直搁甲呾，拢是好日子哦，好个较靠背哦，啊真无简单，八当过伊啊，啊即卖也去用掠去关啦。但是台湾原来为着你，带遐咧吵来弯去哦，你原来带遐咧操弄族群，分裂男女，是毋是？哦，你入去关，就搞一个结束哦。现在有人也爆料啊，说怀疑你说当初时那结石是假结石啊，半夜偷偷在吃那四手还有吗？是不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啊，哦，拖出零嘴啦，哦，结石完假的啊。现在你又抱怨 complain 说里面啊，哦，啊现在寒流来没烧水可以洗身躯啊，所以说现在抗议没要洗身躯啊，但你没要洗你就太洗啊，关是关关什么代志？是嘛呢？你就不要洗嘛。小汉斯也没有洗啊，你问伊外久无洗身躯？哎呀，我一个多月没洗澡，还是活得好好的。你用淡薄，按过地墙，你用什么嘛？别别，我这有。无什么味。啊，我鼻腔塌掉了，不要紧啦嘿。是不是呢？哦，系领导的代志，卖多爱塞弄啊啦。是嘛呢？真侪人干嘛讲啊？你用关这可怜。这是安怎？这咱台湾人做软心的，做孝敬的，就是安尼。台湾人的个性，我都软心啦，就是安尼。但你是可怜啥？啊，欠乖，啊，佫会当有才调买万几块、万通啊的哦。你看掌上型电视哦，哦，掌上型安尼看，比 PSP 佫厉害。我知影佮领导即马是散家吼，敢若只存钱尔。所以讲，你若会有才调买这个啊。万通块的这个掌上型电视也无啥，是不是呢？哦，所以我新年的新希望是啥物？我就是希望啊，上金以后，你就好好踮咧内底啊内底看电视，上好拢卖出来。2009年，恁爸也袂瘾阁看到你啊啦。即摆我就为恁带来这条好听的歌曲，《政治的骗子》，我问你，谢谢。什么？若选你，
的出头天，讲什么这八年大家好过年，讲什么你永远永远拢袂起，原来你嘛学这钱，财产好你会记，原来你有的吃多钱，会愿点花出去。台湾百姓摇摇是阿玲月真情大意，人民无啥袂欢喜。因为拢歹去看到你，你退出政坛了。谢谢。现场，我是台中市市长胡志强。这个传言呢，就是说是阿辉伯跟施主席要组第三势力啊。那你觉得新年这个新希望的这个新组合是不是太老了一点啊？过气了、啊、，old fashion， 是不是有这个看法呢？啊，我想这个阶段呢，我们是不是问一下我们邱毅邱委员？是的，是。这个老不老，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年龄不是问题，最主要是有没有新意，你能不能创新？你能不能有这一颗心去把想要表达出来的、想要把它实践出来的、你伟大的理想，把它一一的把它做出来，这才是真的造福人类。那你觉得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他们想表达的应该是不甘寂寞，就是一个艺人突然他的舞台不见了，他还是会走在公园在那边假装自己很红一样，结果台下坐的全部都是流浪汉跟流浪狗在听而已。你知道这是一种叫疲离的观感。我觉得其实有这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逐渐在衰老的同时，自己应该要不断的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年龄不是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创新的这颗心意。谢谢。其实哦，我们认真讲一句话，我真的要认真讲一句话，关于这个头发的事件哦，其实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讲点新的东西，能不能创新一下？我创新哦，如果说我今天要讲拿个几个粽子，什么挖柜，然后就弄个什么饼，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粽子里面不可能会藏任何的东西。啊，你按那个挑，但是要告诉观众就是说，这个是蚂蚱。
那有没有可能你们在那个蚂蚱里面下毒，然后到时候阿扁吃了怎么样，然后就说你看这就是你放心，我现在就拿给这个蚂蚱菜蚱就是我拿去给阿扁的，我们把它剖开，剖开，你要吃一口，里面有可能有东西吗？对，你要吃。哦，你要吃，你吃吃看。哦，你看它里面真的有东西。你看是不是又写八月十五沙达子？啊，那个是中秋节百叶饼的不一样，我们是。好，各位观众，再来一颗。好，哦，啊，我们说得到做得到，今天就再送你一颗，真的有再送给你一颗。啊，你再去试试看里面是不是。秋意，为了表达说我对你有点不好意思，送给你。好，哦，和解，大和解。台南人就是要这么有热情，对不对？你再来一颗，你再来一盘，我也是。但是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讲的就是，我不屑。好，好厉害，他不接受我的签也没有关系。我真的要讲一个哦，咱讲实在哦，跟这个第三势力有点关系。这个阿辉伯跟这个施前主席哦，其实哦，他们年纪很大，是真的没有舞台。也别讲哦，要做一个第三势力哦，啊，找阿扁也不是较好。阿扁现在无党一身轻，他也没有党籍啊，对不对？那如果说阿扁再配阿辉伯，再配施主席的话，他不要说是第三势力呢，他是第二势力呢，他比那个民进党现在软趴趴的还要强呢。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要组第三势力，就是这三个组起来，他会有不同反响的一个。好，谢谢。阿扁啊，继续，谢谢，谢谢，谢谢，继续这条路，继续加。好了，谢谢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过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我们为什么这边的所谓的失意政客下来以后，他就要组第三势力、第四势力，组这些势力？我们没有听过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下来，什么雷根下来要组织什么势力啊，布希下来要组织什么势力都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看一下阿红之声，马上回来。谢谢。哎，先生，哎，听到了没？接啦，五四三二。哎，阿红之声，欢迎大家来呛声，我是阿红啊，我是绿豆。哎，今天把所有听众朋友要来关心到一件报道大事，就是讲你一定贵啊。讲要合组啊，第三势力啊，这全拢是阿强的阴谋。卖啥我袂讲啦，不是？好，唔好意思，就我卖，唔知你爱问，这阿强无关系啦。但是咱认真讲，吼，要合组第三势力，对台湾来讲，它是一件好代志。哈，嗯，不过现在李登辉跟阿扁的关系就歹呢，他都骂阿扁呢，啊，施明德不用讲啊，他带头倒扁的呢，啊，他们两个组第三势力，他们是好代志。这我敢会唔知呀？我讲讲因两个组合是好代志，我是讲真正组合台湾做第三势力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好代志，但是咧组合太老，太无创意啊！对啊，阿辉啊，几岁啊？八十外岁，你唔得去找你抱抱孙，对不对？你出去要甲人讲啊，你安尼伤忝的。视频在当初一个倒闭的时阵啊，一日干嘛出来？大家看下拢神道道弄到搞啊，你出要创啥？啊，一大堆老大人出来，一点创意也无，那就卖出来好啦。对啊，这个就好像啊，那个全民最大党啊，里面那郭子乾、台志远、洪都拉斯、九孔，他们模仿那什么最大党 F 四，那也不行啊，很恶心哦。尤其是那个台志远啊，他说什么他自己像朱孝天啊，笑死人了、啊，朱孝天，你讲有行干不脱哩？哦，你不行朱孝天的哦。你这嘛都无行对不对？我讲啊，我讲啊，台志远拢无行啊，嘛无行，侯伯村无行，朱孝天啦，人纳豆讲的啊，纳豆讲的，拢纳豆。哦，纳豆讲的哦，纳豆讲。哦，你嘛是有代志，但是俺你自己讲出来，纳豆讲的，纳豆讲的，是不是？纳豆讲好，纳豆厉害，纳豆厉害，纳豆厉害啊，纳豆。好啦，你甲看卖这几个人其实哦，因有行无行都无重要，但是我真正亲身感觉就讲哦，洪都拉斯哦。就行就行，仔仔。干母，你们给我救了。干母，呜。干母，呜。就行啊母，呜。就行啊母，仔仔像洪都拉斯啊。阿妈是好啦，反正就是啊，对不对？但我讲哦，这第三势力，因这两个组合就伤过老啊。你今仔要做第三的势力哦，你他妈找一个无同款，对不对？譬如讲什么人？阿扁啊嘛。哎，阿不过阿扁啊也是老面孔哎。老面孔套要紧，哎，就甲一寡少年辈就好啊，甲陈志忠啊，甲陈信宜啊，对不对？叫做陈佩，连栋的名号嘛想想过啊，叫做陈家庄。那好像在卖牛肉面，唔好啦，叫陈记啊，陈记较好听，陈记唔好听啦，刚才卖麻辣锅的咧，陈记较好听啦，陈家庄好听，陈记，陈家庄牛肉面啦，陈记较好听，就是真的啦。你这个叫视频在讲，不在讲玩笑。那叫支持陈家牛肉面呐、啊，支持陈水扁呐、啊，支持阿扁了吗？好，
再来加六名口音来，阿文加六。阿扁是第三势力，他不蓝不绿，他是黑，黑钱的黑。眼前的黑不是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有没有黑？啊，到底有多黑？要问谁？萧煌奇啦。请问萧煌奇，你能告诉你他到底有没有黑吗？对啦，就清楚不？就清楚。一清减二错。来，阿文吉加你用。阿扁主第三势力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担心没钱，因为他有很多钱。The other eyes look， 你是用多少钱去看你公司叫钱啊？然后眼见为凭啦，你敢看到？你敢看？你手捧现金，手提新台币，有无？无嘛。啊，你看到啥？珠宝、钻石、名表、玛瑙，对不？无钱啊，你看到钱啊？无嘛。内底够掺着一项叫做钱的物件，啊，那无讲，看得到，再怎样哭，再怎样抓，啊，那无唔知啥我袂讲啦。信口开河，来，我们接下来用。阿红，哎，局长，我跟你讲啦，嘿嘿嘿，全民最大党来对洪都拉斯哦，无想仔仔，我卡死。那局长，仔仔啊，仔仔，你仔仔啦，你喜欢夹夜街哦，你等哪到去去走下坡的时候你来啦。恁大家啥意见啦？啊对啦，台中关有一个建设中哦，要办聚餐哦，结果因请辣妹来跳舞，哎、欸，跳跳的春来啥？结果加警察老强骂啦，那呢？那这只东西，革命党赢了。来，跟辣妹的哪条？阿三哪条？阿三哪条？阿三哪条？对不对？这要紧不？告他要紧。这是台湾一个固有的传统的文化，对不对？你看每一回中原普渡的时阵，嘛是足多人请人吃这脱离舞的啊。一定啊，一定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啊。对对对。好兄弟啊，真欢喜。认真讲起来啦。哦，咱个有人来往生的时阵，嘛是真侪人会请一挂脱离舞的电子琴回家来，才跳舞的啊，对不对？哎，在线的人会怀疑，啊，那往生的人嘛会怀疑，对不对？啊，这么好的文化，谁人会使表演？你阿讲，而且我刚才讲，迄拉面有漏点啊，对吧？你看漏点，我你看到，就算是有漏点啦，咱还用这样艺术的眼光去甲看。对啊，我都是用艺术。最好就顶软的啦，艺术的眼光。低歌型的，而且我跟你讲啊，脱离舞本地版是一种国粹，你敢知道？啊？安怎讲？安怎讲？迄四川的变脸你捌看过哦？有啊，迄就是国粹啊！你看我今日，叔叔，短短无偌久的时间啦，面上的面具啊，一领一领甲脱个，咱的辣妹嘛是同款啊，短短无偌久的时间，衫一领一领就甲脱个，对不对？最后是安怎？你就应该看大陆的四川变脸，都不准我看台湾的这些脱离舞的表演，这就是哦，国民党诶。哦，直接要捧大陆的老皮，再打入咱台湾的文化，对不对？所以要办活动的时阵，咱拢不要看四川变脸啦，嘿，咱要看台湾的脱离舞啦。好，台湾啦，看啦，看嘛，因为看嘞，看嘞，耶！阿辉哥就是阿红，直接干部啦。再见。啊，我喘息。哒哒哒哒。你先跑就痛啊！董主，我在练习台湾的国粹啊。原来是查某跳辣妹在跳的啦。我真的，我男女平等，我也在当辣哥。辣哥，你变大样，你出去哦，那不用金哦，我再带你洗。休息啦。欢迎回到现场啊！我是台中市市长柯志祥。那么，今天讨论的是所谓的第三势力。其实哪里有什么第三势力、第四势力，也没有这种东西。只有我们台湾会发明这种东西。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新希望、新组合是不是太老了一点？有这个必要吗？啊，那我想，这一段开始呢，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金曲歌王黄立行给我们带来一段歌曲来。还没有，有。Yo, yeah, yeah, OK, 音乐可以结束了，我要讲话了 ，OK。大家好，我是很多女性的梦中情人黄立行 ，You know。我们讲真的，其实要组一个团体，真的很不容易啊。除了要长相好看之外，还要多才多艺，而且还不能嘴巴光说不练，要真的去做一些事情，又要有明星的特质、舞台的魅力 ，You know。那我觉得阿辉伯跟施主席他们两个真的想要组一个团，那我在这边给他们一些参考。
我提供一些我们演艺圈的一些团体的一些优点让他们来参考，但是你们谁都可以学，你们就是不要学一个组合，那个团体真的非常的不好，但是好险他们之前没有组团成功。到底是哪一个团体，我唱给大家听，大家就知道的。那是音乐。要讲红要有才艺，长相不怂，害得过头就像黑二头，这身特色很普通，标准精神像五月天，马戏舞蹈技巧多变，华丽缤纷像淡水出发，创作要像 S.I.R， 组合要强不强会挂到姥姥家，组合要强不强会挂到姥姥家，通过心机就像是打绿全美魅力像 SHE， 我像活力棒棒糖第一，像阿辉国家是主席，这个组合还说得过，比莫凡台系列的组合好得多。其实我知道他进入后面这个 ending， 他是硬要把台积电扯进来的。是我想请问一下，其实这是害到莫凡老师，并不是莫凡老师的错，但是因为那个莫凡他原来的搭档小胖他痛风，他才临时加进去的。他其实他应该讲是最烂的组合是 F4， 啊、里面呢是那个比较烂的是自称像那个叫什么来着，是言承旭的那位。哦、是谁我就不方便讲，好不好？是，蔡阳啊，你是说哪位？也无缘暴龙诶，你讲郭子乾嘛？是，是啊、你觉得 OK 是 OK 啊？那这样子好了，你觉得 F 四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哈、嗯，你各个相似度，你各给他几分？唔卖公，还公雄直接当一个进广告，我只刚刚朱孝天品除在外就好了。哎、欸，台积人练的呀，先这样练啊。你看他自己讲说什么不用化妆就像啦，他不用化妆哦，其实一点都不像那个朱孝天呐。是，他有时候都会觉得他自己哦有点像别人。是，他说像别人又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们还是进广告，马上回来，好吧，谢谢。现在我觉得你们要讲。讲的最后的结论给一直想要硬起来啊对抗我们这个执政党的啊我们蔡英文主席来做个结论好不好？好的，我想我现在就硬起来，是 I N 这个硬啊、哦。我想为了证明自己呢，心态很年轻，我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星座来跟大家呢分析一下。Yep. 这个李登辉前总统呢，还有这个施先生啊、哦，他们都是1月15号生的，两个都是摩羯座。小英我呢是这个处女座，我们都是土象星座。你看三个土多好，所以就是头嘛。嗯，是。因为马英九呢，他是水象星座的这一个呢，这个星座，所以呢，马英九一来，他水来，我们三个土给他淹下去，就水来土淹。沉水扁，水又把你们整个都全部都淹掉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三个土加在一起，可以让民进党卷土重来的意思。水土才好不好，水来全就来，对不对？其实我是觉得邱毅哦，你不要这样子嘛。人家在做结论，你什么咖嘛？啊，他就给他插嘴，我就不能插嘴，我不晓得明天能不能来哦。明天我绝对不会再发你。你最好不要来。那你要让我再都不要。不要有表现啊！没有表现，如果没有表现的话，结论应该是我好。你要明天见，马英九，你等着看，我们三个不会变心的。来，这个结论表现了，我这个小英会硬起来，好不好？不像马英九。